为了我们要吃到水果套餐和这个玉米和烤地瓜，我这个手指断了我都在所不惜，我不会放弃的。其实好想剪头发，这两天一定看足你。你打卡去拍照吧，我帮你们拍照。这次把迪哥打的是氛围感帅哥。哎，没有，我会修图。我昨天还给他们说，我说燕玲跟小丁没见过，他跟王燕玲都不认识。然后我提前拉了个群，对，我跟小丁第一次见。但是早有耳闻，燕玲哥的铁门槛，小丁我也早有耳闻。你还抽空结了个婚是吧？娃都有了。对呀。啊？但你人生进度得好快啊！燕玲哥现在已婚？当然。真是不，我都说了，我都说了，不是谁都是单身的。娃都有了他。对。烤羊肠，那肯定很短吧？嗯，羊肠必短。好烂哈。Sorry， 听词猜歌，啥歌？七个安，七个安，说唱脸谱不是，像云端。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当，以前都是啊啊啊啊啊啊什么歌，当，现在是七个安什么歌，像云端，十府中马，马中十府，对不起，这个就是烤羊肠，短的很，牛羊肉泡馍，泡馍，全都是泡馍，这太狠了，羊肠必短，他太狠了，哎。哦，这个黄色的是什么呀？这是青海的传统的酸奶。为啥是黄色的呀？上面加的是油菜花油。哦，酸奶加菜籽油。本地的油菜花油，有股清香的味道，这个。哦。味不错，巨好吃。哇，哦，它哦，是意外，真不错，是不是？像加糖了似的。嗯。很意外的口感哈。哇，你好爱喝这个酸奶啊！我平时就爱喝酸奶，我家里冰箱一半是酸奶。要赔钱吗？啊？你要问我要钱啊？我叫王彦迪，丁雨迪，我还是杨迪，四个人，四海，哎，亲四四海为，我们俩还挺好取的，你俩，热带雨林啊，热是谁啊？热是谁啊？带是谁啊？只剩你俩吧，那我们俩分开。你俩叫热带雨林，我们俩叫洋洋得意。我们已经分开了，八字儿不合。剪刀石头布还简单哈。嗯哼，出啥比较好？觉得好，剪刀石头布，你看，出石头果然输了。你推我一下。啥？推我一下。哎呀！你推我干嘛？哎呀，不小心的。你什么意思？这刚认识，咱俩刚认识就推我。对不起，你不小心。就为了个心愿券，就推我一下，让我拿过来，太讨厌了。就这样吧。行，那这两张心愿券就算你们获得了。家有一个买购物资的100块钱的购物金。是真钞啊？他们节目组给假钞会不会太吓人了？我没吃过这个，我想尝尝。尝，拿一个吧。玩那个真心话大冒险。那我选择大冒险下车。接歌可以吧？怎么接？比如说有海字的歌。有孩子的歌。有海。啊啊！对，大海的那个海。我说怎么现在玩的越来越偏？有孩子的歌。有海的歌。海浪无声将夜幕深深淹没。你这个应该是嗨吧，口字旁的那个。大家接受吗？我有点害怕，我想接受，因为我怕我后面我也要走这种谐音梗。等我们走出谐音梗，每人可以用一次，怎么样？好。上海那么大，有没有我的家？嗨。五。等会儿。四。三海什么来着？你等会儿。三海，温柔蓝蓝的海风吹到高高。
山峰。还没好好的感受。山羊也像小云朵一样。山羊开泰。口音很重啊，山羊啊。矢志不渝，鱼水之欢，全是吉祥话啊。过年喽，夜夜笙歌，歌舞升平，平安喜乐，乐极生悲，悲从中来，来去自如，如鱼得水。水什么？水 four five six。Surprise. Secret. Tomorrow. Rolling. Linda. Darling. Linda. 所以我能理解他们以前会说走一走，能走到天上去。连绵的青山，百里长呀长。哇，这首歌又熟悉又陌生。恋。恋爱 ing， 哇，对，叽叽叽叽，背，背靠着背坐在骨灰上，不是地毯，对不起，背靠着背坐在骨堆上，地毯。为什么背靠背坐在地毯上呢？地毯好坐人啊。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谁 goodbye？ 对吧？什么？不对吧？哎，我觉得要严查一下他。他们这倒是假狗吧？真狗啊！Jingle bell。海南人。这什么全部要脱鞋啊？脱嘛。托马斯全学。什么玩意儿啊？那你输了。好。待会儿到了那边以后，找一个游客朋友，假装去问路啊。人家说完以后，你真的很不错，对准他一顿，在三千的高原上，直接高反了。输的人大冒险，假装去问路，对准他，你真的很不错。我们现在要去哪里换衣服啊？那边是不是？对。你真的很不错。好。你别走，你真的很不错，完成了，迪哥。把人都吓跑，人家一下跑了，看到没？嗯，没事了，我们继续选吧。他刚才发疯了。你说要帮我解释了。他就这样的，你们多理解，多担待啊。亚拉索，那就是青藏高原。他们在哪儿啊？咚哒啦咚哒啷哒咚哒啦，撒！哇，好像画报。你来一下，我帮你拍。但，马上我还没开始。有了。啊？啊？这太快了吧！哇、哦！燕翎哥，燕翎哥真的，对，坐在这儿有点拍杂志的感觉啊，腾空了，头往这边来一点，哇、哦、
哦，好像海报啊，我想画那个。有腮红吗？我给你打一个。有点的意思哦。点的什么？麻子啊？曲月班，真是。不是，超越超越超越。来了，蓝光。范版吗？你在这儿，在这儿。这儿。看看，我。哦。有。兄妹出。有。兄妹出。给。哦，超越。有了很电影。哎，这张可以。是吧？可以。就是放松。我放松，我紧绷得很。三二一，哇，巨星迪哥，哇，好帅啊！像云端，缓慢睁开眼睛，刹那边。可以。迪哥，你看的时候稍微往下看一点，不要往上看。好，舌头抵着上颚。手扶着。好，忧伤，想起家乡，看向远方。太远了。我看不见，嘴又是尖的。没有啊。哇，这匹马是 P 的吗？那打印出来就跟真的在旁边一样。你看迪哥 P 这照片，这么自然，他怎么把牦牛 P 上去的？对啊，这个是不是还被我们还在上面作画？应该。啊，你这是在画什么东西啊？花儿，油菜花儿。你画的是山，油菜花的香味儿。蜡笔小新，啊，这不是他的笔，这不是他的屁股，你为什么？我画的这个猪不是屁股，你干嘛呀？哇，四根尾巴的猪，全是想象力。草原、蒙古包，还有美丽的花朵，对，还有一个藏族少年。我说是这个，是美丽的花朵，是吗？谢谢哈，就整个看不清楚脸，氛围一下拉满。但是我有点想吃冰西瓜。冰西瓜，还有杨梅，哎，很值得吃啊。妈妈，我要吃烤地瓜。吃大个的。我们是清四海为家，我们的心愿是吃水果套餐和玉米还有地瓜。好的，收到。啊，你 OK 吗？我 OK 倒是 OK。OK， 那你来。来，我们现在跳一位。哎，你跟他掰的时候用这个手抠他。我今天把饭放在这儿了。为了我们要吃到水果套餐和这个玉米和烤地瓜，我这个手指断了我都在所不惜，我不会放弃的。我把话放在这儿了。来，三二呀！哇塞！谢谢大哥，还可以哈，还可以。快，冰西瓜整起。所以就没有一个好朋友关心一下我这个手指怎么样了哈？你还行吧？我看看你这个手指，还好吗？我有没有可能是这根手扳的？那我们今天就奢靡一把，都来到青海了，得吃点哈。来，来，你去奢靡吧。几张？一张是不是？两张。不是，都凉了。咱们讨价还价一下，都凉了。热的时候我觉得是两张，凉了之后咱们砍半。
我觉得这个好，各退一步。好吧，各退一步。行。那是饼，咱们是不是可以打包到下一站？我们一后备箱全是饼了。不是，跟对方咱们就可以讨价还价了。我们也有饼，我们也不怕。全是打包的。啊、嗯，水果套餐嘛，赢的呀。他拿一个小拇指换的。你都有点肿，哎呦呦，都有点肿。哎哎哎，哎呦我天哪！别跑，哎，折了。你再得拿两张看看吧，拿两张心愿券看看病。不然的话，我跟你说，讹上你们节目组，我可管不了。小丁干得出来，真没碰瓷。小丁帮掰完这个小手腕之后，变成老丁了，变成老 T， 那个钩没了，钩掰直了，掰直了，没了。老 T， 叫特语西。嗯，我想吃那个酸酸的，酸角还有吗？吃吃吃，大鱼吃小鱼。嗯，好自由啊我们。羊哎，哇，密密麻麻的，天哪！妈呀，你快拍呀！真的密密麻麻。你一个在拍，妹，你说那个天空是湖吗？哎，不是，那可能是天吧？那就是天，我眼睛看还没到呢。看地图，哥，这周围没有水域啊。迪哥，你特别像沙漠中那种就是看到幻觉的人，太过于想要到青海湖。牛师傅，开到牛群里好吗？牛师傅。看到它就只剩一个，好大，好大，好糊啊，好轻啊！四人一同在旅途，踏浪而行，越来越熟。哪来的浪啊？一会儿去踏踏浪吗？哦，好白的云，在哪儿？你看，好大！哎，这个应该拍下来就像云端。好白啊！哇，下面在这个云里面啊。哇！而且我们现在还加了一层玻璃的滤镜吧？嗯，放下来是不是应该还有更鲜艳的颜色？就一旦有些东西形成规模之后，就很壮观。嗯，后面就像假的一样，但是用眼睛看是最好看的。嗯，大家有机会一定要来这儿。哎，你走这儿拍吧，你可以近一点。抓我们来了！快跑！快跑！快跑！走啊！你看这牛好可爱啊，它那个脚是弯的。哇，那个呢？我感觉这个更大，不知道为什么。开开。啊，这个好哎。哦，这个。哦。卧室和客厅之分。这个导演组的帐篷给他们扒了。不是，把那个牌子挂到这儿来不就行了吗？嗯。咱把锁直接挂那边，挂木屋上好不好？哪个开了就是咱们的屋。深仓吗？深。搞去。走，拍 MV， 走，正确，升级房间。那个是人家家，人家家在海中间，会不会太夸张？我是不敢相信，为什么湖里面会有房子呀？又被夸张，一点没压上，难受的要命。不许这么说，超越。哇，有风车哎。MV 拍 MV 了，哦，手拉手，手拉手来，拍照，这儿，迪哥拍照，满脑子都在想 MV， 却一直在这架着被拍照。迪哥，抓着这个，给他个丝巾 ，OK， 看一下，出片了，哇，哦，这张好极了，这张好看好看，人有人，走来，明天星期天，是然后啊。然后星期天，完美，当当当当当当，哇，没开机，啊，没开机，开了，然后我们赶紧再拍点剧情。好的，小丁你来演一个打车的人。好的，来了迪导，我帮你扔个丝巾飘过去看能不能。又丝巾飘过，丝巾的镜头够了，全是丝巾的镜头。上车。走，OK OK， 有了。那迪哥，你在这段里面？没事，只要有剧情。哎呀。像云端，啊哈哈，
山那边。我看看我们还缺什么。我有创作欲望。你这机位摇的简直打台球一样。不要私信这次。超越让我们三个人拿着私信在那转圈圈。你干什么玩意儿？你可能看起来大家觉得很蠢蠢的，但是有人陪你一块蠢，就显得这件事情很有意义，很美好。小丁出了好多好看的图哈，出片了，出了，大出特出。所以阿姨们爱丝巾是有道理的。真的，纱巾在这边是个宝贝。好看。没有想到我们也逐渐变成了他的一员。哦，哎，真的，迪哥，哎，是因为青海湖内有一条窄窄的尖形半岛，形状十分像一把剑，相传为二郎神的宝剑遗落在此。感觉天上的神仙东西都很爱掉到凡间啊。好多东西都掉到凡间，天上没东西了。哎，有共享单车，哎，这是给咱们开的吗？有点冷了，加件衣服的这。我要送你日不落的想念，记住代表爱的明信片。威驰是不是？我来，我会。哎呀，这种车嘛。丁老师，您是走路？听不见。您是走路，丁老师。超越，上来。我们抢占了一辆，哎，超越来，而且总感觉还有希望。对，就是有一种旅途片的感觉。嗯。对啊，而且这种太酷了吧？这也太好看了吧！而且，突然感觉就不晕了。啊，对吧？很舒服。啊，以前怎么没有想到来青海呢？感觉还挺好玩的。而且一定要小车车。对。夕阳。嗯。好漂亮！别下去了，你别下去了。这两头是真牛吗？当然。我还得吓死了吧得。好美啊！对啊，好好看。我说的是你哦。啊？我说的是你哦。哦。破风。啊啊啊！无限行。四个是追光者。追光。那是他妈他爸好像啊，就他们一家三口在这儿，好神奇啊！还挨着他，还贴着他走，你看，用不同的姿势骑车啊，合并列纵队，全速前进，我觉得都很美好。哦，好香，嗯、哦，真的好吃，哇、嗯哦，好好吃啊！我好像要饭了。我刚才一走过来，老香了，真的。大帅，抓点菜。抓点菜啊。啊，好。哇，你也想要饭？哇，够了够了。哦，天哪，这肯定比自己出来锅粥馍来的爽啊！吃羊肉了吗？辛苦了，赶紧吃。谁在吃汉堡？馒头。那饼都糊透了。没有，恰恰好在这熏着呢。你这熏的时候，咱们这个烤饼是个套餐，咱们还搭配烤奶，这个搭配值不值两个券？肯定值啊。六个心愿券一次，太好吃了。六个心愿券两次，零个。好，零个是。60秒内，你们把饼炫完，要张嘴巴吹口哨，我就给你一张。多少秒内？60秒内。哎，可以，你别泡开了。哎，放心吧。好吓人，好恐怖。怎么失败了？小丁刚刚其实都没吃，藏到了那个帽子里。哇，好难吃没有啊，那个小丁，
跳两下，不要捂着帽子跳两下，不要捂着帽子跳两下。OK 啊，我那个特写已经拍到小丁了，你帽子用什么东西啊？没有啊。好、oh, ，OK OK， 没问题了，没问题啊。好，失败。我现在背好痒，怎么办啊？全是高反。高反来了，高反没关系。刺挠，我今天笑不动了。你教他一个偶像剧里面的一些情节，比如说，就是你吃醋了，然后你发现那个女的跟另外一个男的靠得很近，然后你就吃醋的那个男的，吃醋了，男的怎么表现？来，我看一下啊。我是谁啊？你是我好朋友啊啊啊！不是，假装他就是那个女的。他是那个女的？就是他跟我接触。你是男的？啊、嗯。好复杂这段情绪，心好复杂。再看他一眼，我就让他消失。哇塞！可以，哎，你学，你坐这儿，你坐这儿，你坐这儿。来来来来，我是女的是吗？来，你这走，我们去看电影，走走走，嗯，走。今天看哪一部？啊？怎么了？再看他一眼，我就让他消失。可以了哈，可以，信念感还是有哈。升级升级，放心，有什么明天再说，明天再转嘛。来吧，医生是建议我们去医院，但是丁儿不愿意，他觉得自己在这儿应该还行，能扛得住。他只想好好休息。他只想好好休息。哎呦，小丁儿来了。嗨，你俩接班了，杨超越正好下不来。月月咋了？他睡觉。困太困了。你咋样？我好多了。你这个帽子简直是。大病初愈的帽，我早上起不来，头晕的要命，是不是？嗯，我昨天晚上四点多哼哼唧唧，哼哼唧唧，睡不着，就是头痛痛醒。高粉，走吧，给迪哥搞个造型，走走走，进店，全是张艺兴哎。老师，老师能做成这样子吗？帮迪哥做一个艺兴同款啊。你在哪里学的？我在悉尼。悉尼学的？悉宁。啊啊！我还以为是海留学海派的，好遗憾啊。迪哥，哎，你胡子长出来了，迪哥，要不要帮你剃一下？你在哪儿学的？我在悉尼。梦里你在。来来来，我来，哎。莫搞我嘞！我来。这怎么弄啊？你别给我推一条公路出来，来给你体验一下头疗的手法。后面两下有点过重了，像九阴白骨爪。这蜘蛛精了都快。都是悉尼出来的嘛。我现在觉得我充满了智慧，因为我感觉我头上像一本翻开的书，只有我经得住这种。我看看，35页，啊、该给他弄头发了。来，到你弄，我等你，弄点吧。请坐，请坐。反正你有帽子。王彦霖，如果你试试看。彦霖哥，你快坐。给他抓个头发。我给你选一个头发，左边数过来第四个怎么样？哇，好像一只公鸡啊！可不可以？不要了。大胆挑战。你喜欢往哪边吹呀、啊？我喜欢你喜欢往哪儿就往哪儿，不用管客人的。创作，那你就根据这个缝来弄就行了嘛。中分。好的。哎，不错哎。我现在有个汉字在头上，有一个人字，你觉不觉得？这边。哦，这样子哈。一个人字。我们好像在一部剧里面。同一部剧上民国戏。
很先锋啊，像有一阵不懂不知规则的风，真的很有那种像昨天的丝巾不风的形状。咱俩进组吧。走，我们去看看王彦霖。走，看看他去。走吧。要带着人物是不是？带着人物啊。哎，你在后面。走，王彦霖呢？王彦霖来。黑发型老狠了。真的，风的形状。老动漫了，是不是？你这两条一出来像火焰。啊！你稳着点，稳一稳。又高反了。稳一稳。你今天能上劲儿，就是有点不舒服、高反的感觉，就是真的很不错搞的。你真的很不错，你真的很不错。你别走，你真的真的真，你别走，你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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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不错。啊，甩的真的很不错。你真，昨天在那个道路上真的高兴早了。今天怎么不搞发型了？搞了。嗯，那为什么戴上帽子？刚刚在店里搞的，风的形状。这是什么？啊，他就怎么就这样的吗？被我压塌了一点。你要不搞点头发顺毛顺下来，然后露点头发出来，再戴着帽子，对，给他压下来，要不然像。坐月子，哎呀，对不起，我现在眼睛，我现在脸上有四个眼睛，是的，我现在是个田鸡，哇，我不要吃，没坏昨天呢，我相信，但是它可观，它像，几哥，当心别高反，就为了不吃那个，我尝尝，我们有好多东西。怎么样？是不是味道一点没变？哇哇，也很难变啊！它只是被压扁了。换一种形态，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哇，风筝！哦，可以放风筝啊！是颈椎病。你这嗓子都这样了，别喊了，好不好？你能不能别兴奋？现在保持心态平稳，我跟你讲。你现在一激动我就打你一下，你好不好？这是皮鞭吗？哎呀！他怎么去了？哎，小姐。走，好样的！你看，又没电了。我发现我们需要合作，才能把那个羊赶到一个地方去。快回来休息一下吧。我们游戏都还没想好呢。赶羊啊，如何？啊，会喘死的。天哪，好抑郁啊，迪哥。准备三、二、一，好朋友，大周末，大周末。好朋友，大周末。好朋友，大周末，好远啊！你的声音都是风带过来的。我这辈子都抓不着。好朋友，大周末。
好朋友。他说抓着。我迪哥，你快出来，抓着你了。王彦霖呢？在山的那头。超越，超越，超越，吹口气，吹口气。这个应该又嘬一口就行了。哎，你这个是小狗是吧？嗯。王彦霖，走了，下班了。哇，放学了。啊！啊！他有病，他是不是有病？他开车走了。好朋友，大丈夫。好朋友，大丈夫。这什么？扎得起来吗？能。你帮我打一条长长的绿色的。好。我要做一朵花。啊啊 ！No No No， 放下。幼稚的小朋友。多远啊？我们从这儿到那个茶卡盐湖开车得开一个多小时呢。这叫个司机行不行啊？好，来吧。谁呀？你，丁禹兮。为了司机。别笑啊，不管发生什么事儿。咋还有人在拍照的呀？千万别笑啊！嘘，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最后十秒，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啊啊！刚刚好多屁啊，好响一声，屁完我就没敢呼吸。怎么这样啊？我们四个人分开干嘛呀？那雪坐后备箱。出花，给你个帽子，别晒到，是吧？嗯，毒得很，太阳。这个阳光怎么还没下山？但说不定今天我们能看到日落哎。是的。几点天黑？八点多吧得。这个阳光感觉可以炸那个爆米花。我就在家里买了个非常小型的那个爆米花机。哎，大哥，用微波炉就可以爆了。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我当时我很喜欢在家里买一些就是小型的外面的那种大型的东西。啊、烤鸭锅都可以、啊，就非得买那个爆米花机是吗？它是能给让你感受到那种感觉是吗？我还在家里买了一个小的那种就是贩卖机，嗯，就是塞钱币进去然后一转，然后就掉壳了下来。我真的服了，自己哎，有时候还角色扮演吧。先生您好，我们这边有自动贩卖机，欢迎投币。好嘞，他说你一罐两罐，你一罐我一罐，你一罐我一罐啊，都是我的了。我觉得你是这种人。屁嘞，不至于这么疯啊。撞到腿了。走吧，下去透口气。在露营的地方有这样子一个真的很不错。很不错了。咱们三个挤一挤呗。跟床人搬嘛。搬不走，没法分配啊，毕竟都是成年人了嘛。八十几箱，巨轩房这是，什么东西啊？
可能到时候你俩大床给你俩住呗。热搜挂你一个礼拜，大床一号、大床二号，给他俩。迪哥，你说话好喘气啊，好吓人，给你推下去。迪哥，别搞我们，咱们能不能多挣几个呀？挣个四个大床房出来，出发挑战，占房间，来吧。三二一，向前跨，举右手，放手，抬左脚。向左转，向上跳，向下蹲，举左手，举右脚，往上跳，成功。这也还可以，里面还番茄炒蛋。哦，那我拐一下试试，别吃了啊，别吃了啊。红火锅，还很比较感兴趣。那其实无所谓，咱们这券不用也浪费啊。这是猪肉还是羊肉还是牛肉啊？这好像是牛肉。哇，你看菜下去了，就一个尖尖了。哇，他走是 Z 字形哎。啊，舒服是吗？啊，我躺一下，我试试。有一种元气复原的感觉。我们拍那些照片，其实那些姿势挺愚蠢的，但是有人陪你一块蠢，就显得这件事情很有意义。照理说这边应该能看到很多星星、啊、有的时候看云层的关系。哎，这儿有一颗，这儿有一颗，你看，天哪，现在我眼冒。哇，超越，快快快，你快来看，我找到那颗了，你快看！哎，别，你等一下，你别挪开，看到了吗？那个亮的，哪儿呢？我再找一下，别动。有吗？你对准了吗？有，你看，亮，啊，亮的那颗。啊哦哦，是不是？就是那颗。晚安，早。我们是草原的儿女，好惬意啊！帅帅的大男孩，哇！早。我们是草原的儿女，好惬意啊！悠悠的唱着最炫的民族风，是整片天空最美的姿态。留下来，去找迪哥他们吗？可以啊。滴答滴哥，杨迪王，哎，睡得好吗，迪哥？还可以。燕林哥，还没睡醒吗？啊，这玉米好好吃。我昨天晚上睡得特别好，一夜无梦。你们在梦里面梦到过使用手机这种东西吗？华为吗？用梦到过。我经常梦到下雨天，马上要下雨了，我还有衣服还没有收完，全是那种紧急时间啊、嗯！转圈，天空之城，它有倒映出云哎。哦，他说是在青藏高原形成的过程中，部分海水激流在低洼地带形成了盐湖和池塘。其实它汤比较白是吧？汤。像鱼汤，只能按铃了。按什么铃？按王爷铃。啊，按铃。别踹我啊！好，稳定吗，妹妹？可以。十米哈，慢一点啊！一二三，跳！跳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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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造型啊？跳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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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哎呀！有没有按摩套票？按摩套票三个券。我给你按，不要花这三个券，我给你按。不要了。来。小火车滴滴滴开。哎，这是脚印吗？脚印。怎么没有回来的脚印啊？
到那就是八米深，突然间八米深。泥沙流。跨起来，跨起来。家家都张灯结彩。哇！哇！哎，你别这样，你别这样，好吓人啊！小丁，你什么胆量？你太可怕了吧你！啊！太吓人了！你看那个那玩意儿多吓人，那玩意儿，可算有他发挥的地方了。滑不滑？这个滑，这个好像还行吧。Go！ 还好吗，哥？我麻的，我浑身麻的，我真害怕。我也怕。那你看咱怎么还敢往上趴着？因为它是玻璃啊，不可能让我出事啊。你这么想？这个应该还好吧，跟漂流船一样。嗯。等我看看看看。在那一块，我陪你，我陪你。你看下面很安全，你看。我行啊。来吧，来吧，哥。你这速度行是吧？行行，我跟迪哥也行，走。上来了吗？抓住，抓住。我怕，你不怕？应该不快哈。不快的。我害怕，别怕，你就害怕就往前倒，给我锁喉。啊。注意啊！哇，开始了！哇啊！嗯，哎，好，还好，比我们想象中来的。哇，好丝滑呀，好爽啊！哇，拐弯了！耶！哇！还好吗？好爽啊！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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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快乐了！这个帽子好像戴了也戴不着。你还好吗？我还好。我嗓子都哑了。他们下来了吗？一米八以上的海南人，然后穿红衣。海南人，海南人，海南人，海的男人，海南人。进水，进水。不一定是海男人，可以是海里面的男人，或者是海的男人。Yes。嗨，兄弟，你来这玩啊？哦，对啊。你喜不喜欢海？不是很喜欢。不是很喜欢是不是？所以你觉得在海里游泳这件事儿很简单还是很难？很简单。那如果人家女儿佳佳进到海里面是海的女儿？你作为一个男人进到了海里面，是海他的王子，他的男人，所以简称三个字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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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海男人，海男人是不是？所以你是不是海男人？我不是。好气，都到嘴边了。哎，那边有一个大哥。你是青海人吗？对。你是青海海南还是海北的人？海南。你是青海什么人？海南人。海南人。我身高一米九。对。
所以你大概有，我八三，1.83米是不是？完成任务，谢谢大哥。用华为手机帮你拍一下，3、2、1。OK。好，满意，开心。超越完成了吗？超越在哪里？你们身上有笔吗？哦。够不够，老三？大哥，借我一件红色的衣服。谢谢大哥。哎呦喂！来，在哪里？来，接过一下，接过一下。来，接过一下，谢谢。来。哇！哇！哎，你这个也可以。等会儿。快快！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你这个很厉害。可以。怎么样，满意吗？我太满意了，完成了。怎么样？嗯，落不落腮？可以可以。我当时想说，七种颜色好找，落腮红难。我说这怎么找？是的。叶林哥，哎，他1.8米以上，他是青海海南人。嗯。青海分海南和海北。青海南边的。嗯。一张。太狠了，狂徒啊，络腮胡，络腮胡，狂。好朋友的周末还真的能让我感觉到是在跟好朋友过周末，大家都很放松。就有些时候我们想停下来玩了，就真的可以停下来玩。算了，发自内心很快乐的一段时光。追呀，追他呀。